肚子太饿了，我们去吃个宵夜，看嘛。我们吃哪样？我们去吃烧烤。烧烤，那去哪个地方去？要吃什么？点了点。你点吧，你点完了，我还要什么？我再说嘛，你先点吧。小黄是的，你吧，炖了，你不是刀吗？还炖了，那外甥又吃一个啊？那个，哦，这个滑的。这比你那天烤的好吃。妈，我好委屈呢。羊排，多少钱？我已经没有你高了，矮的东西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这是多难乐呢？算你啥子乐的？